住嗰輪嘅五位人士係潘偉佳先生、林建峰先生、譚顯耀先生、陳志康先生同埋梁燕成先生。好，而家先請潘偉佳先生。我想你食，有冇麥啊？唔該。我想理性啲，大家探討問題。就為咗公義咧，好多人是犧牲自己、犧牲自己健康，去到絕食。佢哋為咗抗議或者政府或者某啲嘅不義嘅舉動，佢犧牲自己。唔好嘈啊！我有三分鐘發言時間。講正題啊！咁咧，佢哋係犧牲自己，但係能唔能夠話？佢絕食完咗之後，政府唔俾佢食乜嘢咧？講唔通噶嘛？或者有啲女士，佢個老公又爛滾，佢又拉而拉。潘生，嗱，我要就住我今日嘅主題，我去翻翻正題，我去翻翻正題。咁能唔能夠老公話你離家出走？我就永遠唔俾你翻嚟咧！你嘅老公要檢到自己有冇爛滾啊嘛！你要同個老婆講，我有冇爛滾？你要同個老婆解釋噶噃，我冇爛滾。請你集中我哋今日嘅話題，係發表你嘅意見。佢為咗抗議政府一啲嘅措施，佢犧牲自己嘅職位，佢會唔見到50萬嘅係。嘅帳本酬金，佢係為咗個公義，佢辭職，有咩唔對啊？你唔進個報選，講唔講得通啊？完全講唔通，你係為咗公義，佢咧要做呢啲嘅行動，係完全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好，所以佢係完全反對呢個所謂替補經濟，公義永遠係喺。依法抗爭嘅人士嘅方面，佢哋冇其他途徑，佢哋只能夠出於呢個最後嘅途徑，佢哋只能夠辭